友，各位香港市民，呢七个月以嚟，我时常都要做一啲艰难嘅决定，但系今日向各位公布嘅系我七个月以嚟最艰难嘅决定。押后四年一度嘅立法会换届选举系非常非常艰难嘅决定，但系为咗遏止疫情，为咗公共安全，同埋为咗保障市民嘅健康，并同时能够确保选举是在公开公平的情况下进行，这个决定是必须的。